哇塞，好太多了吧！这个震动，跑雷这个震动，扎实低沉非常非常多，很强啊！整个而且是整个握把的后面都有一起震动，而不是只有像是原厂手把，好像只有手指头在震动而已，完全不一样啊！好，我们现在也稍微玩一下我们后面的自定义按键。我们把下面这两个自定义按键变成升档跟降档，然后我们来体验一下到底，如果我们也稍微玩一下我们自定义按键。后面我现在把它设成，我们也稍微玩一下自定义按键。我们后面现在两个把它设成升档跟降档，所以就我们来试试看这样子升档降档按起来怎么样呢？降档，降档，降档。